每天晚上都有两种选择，选择熬夜的朋友，第二天好累哦；选择早睡的朋友，第二天好累哦。我叫你9点才能吃抗生素啊，你怎么6点就吃嘞？因为我想吐死那些细菌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你的老婆去了更好的地方，去天堂吗？啊，不，去我家。威哥，好消息跟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一个？好消息。好消息是我们会用你的名字替新的病毒命名。医生，我的眼睛怪怪的，他们红肿不堪又发痒，一定是你 A 片看太多了。你确定吗？我很确定。韦恩少爷，猜猜我今天遇到谁？谁？不是你爸妈就对了。阿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也不想，是有人逼我的。谁？不是你爸妈就对了。跟女生聊天啊，就要展现出你没有很在乎她、啊。好。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。关我屁事。哎，小李，讲几遍，上班不可以打电动啊！等一下，我打完 boss 就好了。好，我回来了。我有片饼干。我有最新款的车子，一栋豪宅，还有很多衣服。那你有饼干吗？没有。我要早晚各吃一片。哎，听说你老婆生病了，医生怎么说 ？Doctor。哦，太多太多太多！哎，爸，我破处了！哎呦，真的、啊？哎呦，坐着谈，坐着谈，站着就好了，坐着还会痛。听说班上来了位转学生呢，好像听说他是资优班的，非常厉害哦。有谁知道如何解释化学键呢？新同学，你来。你要用中文还是英文？那你用英文试试。I don't know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爷爷的遗言。别他妈的再摇天上的梯子了，上我把稿子。每天晚上都有两种选择：选择熬夜的朋友，第二天好累哦；选择早睡的朋友，第二天好累哦。你这王八蛋，你居然睡我老婆！那又怎样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你晚上怎么睡得着？你老婆会哄我睡啊。老公，你这辈子睡过几个女人啊？真正睡过的只有你一个。真的？其他的我整晚都没在睡。好了，要物理麻醉还是药物麻醉？物理麻醉好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您要选择传统超度还是物理超度呢？物理超度好了。善哉，善哉。阿弥陀。女士，您要一般驱魔呢，还是物理驱魔呢？物理驱魔。好的。We'll be right back.